些事太固执，也许是在等你开发解答，多不平常。我也放弃线索余生历程，没对错又怎样。好在我们从不必说明什么关系都没关系，很单纯，很向往寻找亲爱的对象，本质一样，真的存在。这种感情依赖没必要再小心翼翼，你又记住我的方法，我去哪里飞翔你都会在场，因为有差异才能从理解中感觉更熟悉，在岁月留下温柔回忆，试探想念着时间线的仿佛更理想。